早上好，朋友们，我又到高坡的田里面来摘菜了。宇哥要送泽泽去篮球班，然后老妈还没下班回来，我就一个人先上来了。昨天是5点钟来的，不现实，有点恐怖。早上那么早来的话，真的有点害怕。大山里面静静的，静悄悄的。哇，到菜地了。马上就进行摘菜了，找一下我们的笋叶，这个笋叶就是用来摘菜、用来捆的。现在老妈和宇哥都过来了，看我已经摘够一筐了，我只是很惊讶了，这个蘑菇啊，昨天一朵都没看到，今天整个田里面好多。嗯，昨天真的没看到。这是什么菇啊？难怪那个蘑菇。如果是一两天不去摘，过得很快的哦、嗯。山上可以吃那种啊。嗯，蘑菇本来就长得快。哇，一个晚上就疯长。过得快。这应该是什么什么那种鬼伞那种。不能吃的。试一下。又来了，你总是这样子，不能引导朋友们这试一下那试一下。蘑菇这个东西，不认识千万不要摘，朋友们啊。像宇哥这种思想是不行的。哇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边这种蘑菇长了好多啊，好像好多把伞在这里。把位是你会的，那是大手掌不够，我把位是那晒得很紧哦，晒得很紧那些也把位喽。你干的？哦，蛮快喽，现在就你干嘛要晒的？邻居都给他些包，又接给我礼包。这一个地方被虫咬得不得了，原来这个青虫呢，好多种虫在吃哦。早上我抓到好多虫了，还有这个蚂蚱，蚂蚱呢。也是，老妈，这个菜要抓紧时间卖了。你看一个晚上没见，好多地方又被吃了，又有的地方又烂了呢。那些，看一下，这一株烂了呢，它的这个叶子就影响了这两株呢，这两株都要不了了。这边也是。对啊，这种一烂了就影响别的。这个蚂蚱在上面多逍遥啊！这有只小黑虫啊呢，这菜被它全部给断完了呢，吃断了呢，三个叶子，这小黑虫，踩死了，嗯，要不了。这菜上面的这个红蜘蛛是干嘛的？它应该是吃昆虫的。从外面看进来，这个菜是绿油油的，很好很好，实则病虫害非常的多，因为天气热，昆虫也多，所以要赶紧卖了。帮老妈卖完，今天我也没空。哇，今天这么大一条啊！哎呦，可能有昨天的两三倍那么多了，又加七八把萝卜苗，今天是满满当当的一大担了。我再压来，哎呀，一鼓作气啊！嘿，大概只挑了三分之一的路程，我实在挑不动了。今天真的好重，
特别是这种下坡的路段，我这种底盘不稳的，我都怕把菜摔了。小心点，鱼哥。昨天下过雨的，特别滑这一段。怎么样？嗯，没怎么样啊，挺重的。今天真的重。那里有一只白鹭，专门偷鱼的这种鸟。宇哥也要休息了，那就换我来一段吧。要是我这边不会打你。啊，那我来一段。又要换你了，又要换你来。啊，换了，当然。不容易啊，我们都比不过老一辈了。终于挑下山来了，咋样？啊，宇哥。还行。男人不能说不行啊。挑30多分钟了，山路下来，登陆上很不容易啊，朋友们。所以有的朋友说，这么好的田，种菜卖真的很难的，种那些瓜果好重哦。嗯。老爸说这个路是他买了那个车上去的，但是。那个菜不能放在那个车上面拉下来呀、啊，很颠簸。那个菜到时候到市场了没卖相了、啊。然后下雨太滑了，车子也上不了。到时候根本都卖不掉哈、哦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菜去了，刚好已经了，你看啊，刚好已经好，四块好，4块好了。收你4块，找1块啊。哦。身体好，公公啊。死货啊你！我才拿1本菜，都肥一点没长肉的，你看嘛。啊，真的好甜，你尝尝就晓得。安大姐，啊，你准备到哪边去卖？随便卖，秤拿过来。哦，那我去接车子去了。哦，你去接他先。好。买单买的，菜包拿的，没办法，应该去包。蛮好吃啊！昨天晚上我们炒的，好甜哦。好，很好味啊。2包，你少卖点钱嘛。我们都5毛钱，你有手机扫吗？那么你就拿点钱去。好，那我给你存钱哈。有够的。2斤3两，9块钱的，好。那个姐姐买了2把，她觉得我们菜真的很好，又再加一把，她说帮家里人再买一把，识货的，谢谢啊。婶婶，你等很久了吗？嗯。老板，你还不能进来？拿半斤2块钱回来。这个是只有4两，但是卖好卖好给你吃，赚钱。拿5块钱要的吗？你要2万点就能买。
四块来不来？压定了吗？你到你压定了。哎，就刚才那个姐们拿菜去吧，赶紧去追一下穿粉红色衣服那个，快！四块算了，四块就卖快一点，五块就懒得喊，卖快一点我回个又个车的。这高坡上嘞，三十来多，我到五彩房的哦。嗯，三十来多，三十多分钟都不晓得。好，谢谢啊，好好。刚才抢购了一下，大概白菜走了一大半，萝卜苗还剩四把。也没想过来，这边人少了，我又去那边游一下，到处游一下，挑着游。快了几块？4块。哎呦，这是什么蜂癌？这个形状，这个蜂巢，好满哦。里面所有的蜂都是满的，还以为到这里面会可能好卖一些，这里面人更多啊，那个卖菜的更多。说你进来，你跟你两老公要走一把。进来吧，我关门了，关了。怎么回去？白菜，白菜，白菜，萝卜，要白菜吗？要一把啊！又推销一把，口袋的不要我出了，老板说他自己有口袋。白菜，白菜，快快快，快点来，快点去。现在不会来了，我现在不会往回了。4块钱的啊，还加两根旺点啊。4块钱的，我加两个，多少呢？来呀！要不你进来嘛？又走一把。我问他问你开车。又走一把。一定一辆，剩4块钱算了哈。都是粉丝朋友来给我买菜，优惠一点点。已经3两了，5块钱啊。3块5毛钱会吗？白菜现在只剩一把半了，就刚才有个朋友多要一点，解了一把了。然后萝卜苗也剩2把半，我还往上面游一点，你待着再回去行啊。游一点应该就卖完了。不乖啊，白菜就没有了，就剩2把萝卜苗了，白菜就卖完了。白菜是最后一点也卖完了，然后萝卜苗剩了一把多一点点。我碰到我的三奶奶，就是和我自己的亲奶奶是姐妹的那个奶奶，就送一把给她吃，刚好她说喜欢吃萝卜苗。哎呀，说实在的，这个菜好你不要怕去卖，多用笑脸去问别人，真的卖得快一些。集市上的那些大妈大姐都还有好多，早点回来就早点休息了，太辛苦了。今天上午去给老妈卖个菜来，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开会，然后这个音乐会的后勤工作，我跟十三妹还有小雅一组，我们的工作就很紧张了，明天要负责接待。哇，我感觉真的好辛苦哦，他们主要负责人更辛苦，我们就全力配合，到时候我们音乐会见，朋友们。